恭喜这个组合，非常非常的感人。各有自己的三十秒钟，也不用抢了。好，后面只有六七八三层楼，十八个信箱，总智慧金币来到了25万，所以平均一个1.4万，就是平均下来。嗯，好，好，你们现在的落差差距9000块左右，变数很大。领先的人决定先打后打。先打。宋哥准备，请助理。中二病指行为举止就像是漫画里的人物。中二此原意是国中二年级还是第二个孩子？国中二年级。请揭晓。请选择。七楼之二。准备开奖。哦。慢嘛。哇哦。11000，你只能保留两次。这个你想留还是？我要留。先留。对，先留。11000加进来，你现在领先他就20000了。嗯，对吧？换你们答，请助理。台湾今年起将禁止吸烟年龄提高至未满19岁还是20岁不得吸烟？20岁。哎呦，怎么那么有把握？因为前阵子我们才看到就是类似的新闻，然后之后我们有研究说，哎，什么时候调整的这样，然后我们有去看一下，这样确认过了。对，请揭晓。请选择。我吗？8楼之5。8楼之5。好紧张。准备开箱。为难。12500，保留还是放弃？先留着吧。我也觉得先留。先留。加。12500，落差又逼近。换边罚球，宋哥准备，请注定。MP5 播放器和 MP4 相比，新增了录音还是拍照的功能？哇塞，拍照。请揭晓。拍照。对的。对。MP4 可以录音 ，MP3 只是不只是 play 而已 ，just play。请选择。8楼之6。顶楼加盖铁皮屋吗？再来一个。还可以，还行。遗忘，留下来。留下来，你后面13秒就不要了。嗯。加。现在53000，又差到了20000多了，把握机会哦。但越多题，机会越多了。嗯。请注下题。黄桃很少是新鲜的，多被作为罐头的，是因为皇室传统还是储存不易？快。就是。储存不易，通常会做成罐头，就是因为它保存不易才要做成罐头。通常都是，通常都是，请揭晓。这个很重要，这再答错你们机会就渺茫了。但你们也只能再保留一个数字，嗯，没有2万2你们不会赢。对，好，请选择。6楼之1。拜托拜托。哎呀，4000元，可惜，完了，只剩下一次机会。好，你刚刚犹豫了，就少一题了。哦，现在只有下一题，最后一题，请助理。有胃食道逆流的人，以少量多次补充水分，还是尽量吃饭配汤？快，少量多次。嗯，请揭晓。叛逆了，对啊，这个很关键的一个选择。逆转胜的话，全员起立拍掌，因为这有点难，因为要超过22000，这有点难。你有想法吗？请选择。我没有，我不要左右你。翻666。好，6楼之6。米米他就说：“哦，我不要左右你，我不要左右你。”然后就大家推到一边去，要不要666？情勒成功，对，情勒小雨，我不想左右你，确定哦？可以改吗？好，那你改，当然可以改。我刚才想6楼之4，当然可以改。
好，六楼之六好了，六楼。我好紧张哦。我也好紧张。对呀、啊。什么意思？哇，反扑失败啊！一万次，如果不是他，你想选几号？六楼之四。这个精彩多了。哇塞！这个精彩多了，这个刺激。差一点，但我们还是输。但还是差一点。对了。不容易啊。53400元，恭喜宋哥获胜。送给屹立不摇的宋哥什么礼物？好，那送给你的礼物呢，是乐福清凉专属陪伴组，光博店的资生堂感如同五星饭店的独立桶床垫，还有躺感升级犹如五星级饭店的床，一般是顶级的享受。原本枕是第一颗能够根据你的头型曲线、身形跟调整高度的枕头，两侧长短点的设计搭配了垫片跟椭圆片，轻松可以找到最佳躺感，让你每一晚肩颈都在放松哟。送给你，希望喜欢。用力介绍一下，来，我们的第一张创作专辑《荼蘼》即将会在12月20日正式发行，再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没错，然后这张专辑呢，都是由我们四位一起完成的，所以大家就好好的支持他。四位加油！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知识就是财富，请努力的增加你的智慧，累积你的财富筹码。想要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，记得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，就在《全民新攻略》。拜拜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。